文化小暑假，暑假已经结束了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一个很难忘的假期？老师，我每天都睡到自然醒。我每天都去上早的班，累到要死。我什么都没做，暑假很无聊的，我比较喜欢来读书。老师，这个暑假我跟妈妈回去越南的外婆家，这是我头一次去越南吗？哦，佩芳，你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越南外婆家之旅呢？好啊，我妈妈是越南人，十年前她来台湾了后，只回去过越南一次。今年的暑假，我妈说我大汉了，决定带我做伙回去越南外婆家，我真欢喜。这是我头一摆见到我的外公外妈。迄天一大早，阮爸送我跟妈去机场，阮载少做行李的。这嘛是我头一摆出国坐飞轮机，感觉足欢喜，阁足紧张的。三点钟久了后，飞机降落啊。出机场，我就看一个真亲切的阿姊。对我跟我妈握手，原来伊就是阿姑。阿姑伊先带我去坐公车，后来阮阁坐三轮车。这是我头一次坐三轮车，感觉足神奇的。原来有足侪脚踏车，风景甲台湾有一点仔像，阁有淡薄仔无像。阮伫有一间两层楼仔厝的头前停车，原来这就是外妈家。也是妈细汉时阵住的所在。虽然头一次看到外公外妈讲的话，大部分我拢听无，也毋过感觉足亲切的，一点仔拢袂生分。因一直甲我点调调。外妈伊准备足澎湃暗顿，有真侪菜我从来拢毋捌食过。印象上深的是有一种叫做鸭卵的物件，我唔敢食，但阮妈敢若足思念故乡的口味，一个食三粒无。第二天，我妈带我去市场踅街，可能是因为天气伤热，我的嘴无顺利破皮啊。我妈一直在路边买一种足新奇的草药啊，替我搞，想袂到第二天就好足多。真正是足神奇的，表兄表姐带我实在足侪厝边的小朋友。虽然大家在讲什么拢唔知，也唔过也是算了足欢喜的。因哥带我去看最上的家里阿公表演，阿姑佫带我去最上的市场耍，生意人把各种的商品拢放在船顶。因过阵在河边四界飞，只要有人客会手，因就会停在水花边开始做生意。这是我头一次看到这款的方式，感觉足神奇的。一礼拜真紧就过去呀，我甲阮妈就要转去台湾啊。后过唔知啥物时阵才会阁去外妈因家。外妈甲我讲。虽然我住伫咧台湾，也毋过越南嘛是我的家，爱我常常回去越南看大家。离开的时阵，我妈一直揪我的手，目睭哭个红叽叽，害我嘛得意哭。我答应我妈，我会常常回去越南看伊，嘛希望有一天，伊甲外公会用做回来台湾。我要带伊去找我上喜欢的夜市。这就是我头一次在越南外妈因家的经过。哦，哇，足赞的，足新鲜的呢！有两个家，一个在台湾，一个在越南。对啊，我嘛真骄傲，我有两种文化背景。佩芳，你较介意越南还是台湾？拢介意啊，两个拢是我的家啊。安尼，你敢会晓讲越南话？跟来哈一点啦！看来大家对佩芳伫越南的家拢真好奇，嘛有真侪问题。佩芳，
老师想要问你，你敢愿意担任文化小书记，将你伫越南的家介绍给大家？你会用甲同学分享搁较侪越南的风俗人情，甚至甲同学一寡简单的越南话。甲越南介绍给大家先，我愿意，我会请我妈搁加教我一寡越南话。实在足好诶！大家好，我是佩芳，因为阮爸是台湾人，妈妈是越南人，大家拢叫我是新台湾之子。其实我并无介意这块的称呼，我甲大家同款，伫台湾出世、读册、上课，属于这一份子。请大家莫用奇怪的眼光看我，我有两种无同款的文化背景，我感觉真幸运。我希望会当做好一个文化小使者，把我第二个家的风俗文化介绍给台湾的大家。